好，谢谢两位的表演啊！文龙鹤跳得非常好啊，李鹤彪这个看出来恢复得不错啊。石先生，鹤彪这舞有点意思，那个孔雀舞跟斗鸡能结合一块啊，挺不容易的。至于刚才两人表演的都是舞蹈，我这方面我真是说实在话，不敢妄加评论，因为我的旁边啊，坐了一个我们中国著名的独舞表演艺术家纳威先生，还是听听他的意见。好，其实呢，我离开舞蹈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，哎，还时髦。这个，毕竟小时候是搞舞蹈的出身啊，但是跳什么舞能把脖子跳成那么粗啊？但是呢，从这个，支持相声的角度，我还是觉得呢，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我们贺彪李贺彪先生。好，伍洲彤老师，我觉得刚才他穿了一身白衣服的时候，就像一只白天鹅，白天鹅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歌唱的好像有一点点欠缺，当他变成黑天鹅的时候，我发现找对感觉了，所以你以后还是做黑天鹅比较好，不要做白天鹅，好啊，这更适合你。好吧，谢谢三位老师。那么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，请我们的三位裁判两排。好，恭喜我们的黑白天鹅啊！来，帕西，我们要再接再厉。